师父，最近都没有学妹来搭讪徒弟啊。师父把从来跟最近两个词汇搞混了哟。我该怎么办？做点酷酷的事情吧，像是单手倒立、刷优卡、进站如何？不要，不然就丢水瓶吧。你说把水瓶往空中丢转一圈，然后立起来落地吗？那个很难呐、啊。假使丢也不丢，你怎么会知道难不难呢？好吧，那我要丢喽。丢吧，要丢喽。不能丢在地上吧？啊，要丢要丢啦！你丢个丢啊！师父，我要丢喽、啊！啊，要丢啦！七哦，没盖瓶盖啦。吃吃，为什么？不管产能大不大，都能让你变强大。